期就經過個超市啦，咁啊見到呢間coffee shop， 咁啊而家今日咧就特登嚟試下摸下佢啲嘢咧好唔好食。我呢個咧就係 macadamia cheesecake， 啊，咁咧你呢個咧就係咩話？beef cheek portobello 係咪？咁我哋仲有兩杯咖啡未到，等佢咖啡嚟之前咧，咁我就想訪問一下你啦，阿靚仔，你就嚇細細個就已經去咗英國讀書啦，跟住咧又去咗美國讀書啦，而家又嚟呢個馬來西亞讀書，咁你啊喺香港、英國、美國同馬來西亞都讀過書，咁你最中意咧係邊個地方咧？英國。英國啊，唔係美國，我以為你最中意會係美國。點解你會最中意英國呢？因為嗰時讀波地好玩，係咪咧？咁啊係，咁啊你嗰時波地係一間房幾多人啊？第一年兩條友，即係夾埋我一個，咁啊同埋另外一個同房。跟住之後咧，第二年咧夾埋我多個。五個，咁啊五個嗰時係最好玩啦，成班四靚仔咁係咪？但係我記得你好似講話咧，嗰陣時你有好多開台方面啲啊，開台開咩台啊？打機就係嘛 ？OK， 你都唔識打牌，又唔係我玩啫。OK， 咁啊嗱，好啦，咁但係你嗰陣時咧，可唔可以講下喺英國讀波頂即係技術學校啦？咁誒？其實呢就有啲咩特別事情發生嘅呢，即係譬如啲老師，我記得嗰時你話嘩啲老師會突擊㗎喎。係啊，凌晨三點幾衝入嚟，跟住之後就收電腦啦。咁啊點解會收你哋電腦？因為你哋喺度打機。夜晚做功課做 research， 咁啊有啲人打機咁啊。OK， 咁但係伙食又如何呢？就一個字唔好提，唔好提，唔掂，真係唔掂。嗱，晏晝嗰餐都好啲，晏晝嗰餐同埋 local 一齊食嘅，佢話即係啲意粉啊、千層麵啊 ，OK 嘅。夜晚冚破，超冚破，兩三嚿肉同你講係壓，就係夜晚癲啦。咁 racist， 幾粒肉嘅啫，再加埋個三文治，食個五花寶麵，翻個翻張翻寫字樓嘅真係。嗱，咁你哋其實咧，雖則話波頂啦，但係你係有機會可以出街噶嘛，係咪？係，通常食完嗰餐之後啦，唔飽咧，我係出老麥噶啦，出單出老麥食。唔係喎，係要高年班先可以出去噶嘛？十六歲或以上 OK 嘅。嗯。咁但係學校係會定期咧帶學生出去有啲 outing 啊、shopping 啊每兩個禮拜就出一次，就可以放假。就放假嘛，出去放風啊。咁好似仲有其他 activity 嘅喎，譬如好似我記得你講過話有騎馬啊咁樣樣噶嘛，係咪？係係，咪即係每兩個禮拜就出一次咯。咁啊有陣時啊，最多出翻嚟係咩？都係同埋就比較好行啲啊。哦 ，OK， 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就試食下呢一個 macadamia nut 嘅 cheesecake。點啊？鹹唔甜？哇！一個字甜，一個字甜，兩個字好甜。咁你可唔可以試食下佢嗰個？嗱，佢啲 nut 係點嚟嘅？但係咧，佢度有一層咧 ，soft caramel， 好甜。呢個皮 OK。佢整翻熱㗎，係咪？你試下，你望下嗰個裏頭。哦，好多 gravy， 嗯 ，OK， 佢樣好 OK， 熱唔熱噶？哦，佢又整翻熱嘅 ，OK， 會唔會太鹹？唔會 ，OK， 少少辣，係，啱啱啱，咁啊好啦，咁咪去咗美國讀書啦。但係你美國嗰陣時咧，好鬼辛苦喎，好 hardcore， 但係 comparatively 係咪美國嘅學校嘅？設備啦，同師資都好好多啊嘛。咁你講啊，啲老師嘅態度有咩分別咧？英國同美國大學，英國好氣，
你唔識，你要問佢，佢嗌你再去 search。你再唔識，佢就唔可以再問。同埋你揾佢，通常揾唔到人噶嘛。咁多人噶 ，email 去幸福，係嘛？食咩先？唔好講，最緊要飲茶食包 ，biscuit。啊，係 ，biscuit。但係美國就唔同喎，美國有啲係點嘅咧？美國唔同啲啊！如果你真係 message 佢嘅話咧，佢啲真係會真係覆你嘅。同埋美國啲老師都幾嚴謹嘅喎。你雖然話係一個自由的角度喎，我覺得佢哋幾嚴謹嘅喎，係嘛？佢睇得邊樣嚴謹？又要講少少 background 啦，咁佢就去呢一個美國讀書咧，就係一般人應該讀四年，但係你咧就揀咗一個 accelerated 嘅，就係話將啲嘢濃縮咗去，就喺兩年內讀曬，比一般人係辛苦啊，因為你所有嘢你會係讀多咗，同一個 term 你又讀多好多嘢噶嘛，因為你就太辛苦啊嘛，咁所以就我就去照顧佢嘅起居飲食啦。咁佢就專心讀書啦。有一樣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你嗰啲同學仔啦，好多都係 adult student， 即係話係一啲成年人嚟嘅。點解會咁咧？當然有啲啦，就係讀完依一個中學之後就上嚟讀大學啦。有啲咧就唔係嘅，有啲可能已經出嚟做咗好多嘢，或者做咗一段時間，咁啊可能佢想進修，咁啊真係快啲。咁始終大學都冇話。究竟是話你要行咗去咩歲數你先可以讀咁啊？冇啲咁嘅嘢。不過 case 就係嗰個本身自己博士，佢原來本身已經有兩個 degree， 仲要 doctor 嚟嘅添。佢係真係話冇，即係興趣，新嘅純粹興趣就是。本身都可以講一講英國同美國個學制有少少唔同啦。英國咧就係、所謂嘅人哋叫做適齡入學，咁你係嗰個年齡咧，你就一定係讀嗰個只可以即係夠歲數先可以入學嘅。咁但係美國咧就唔係嘅，美國咧就係 based on 你個學分，咁所以咧你就係讀夠幾多個 credit 你就可以畢業。咁變咗有好多人咧就會半工讀啦，又或者係翻去再讀咁樣。所以當時咧，你亦都好多同學仔係讀到下收咗中，遇咗人原來係唔夠錢，跟住咧就再翻去讀，咁所以就會有呢、一個即係冇年齡限制呢一樣嘢。但係英國就會唔同啲啦，就基本上都係大家同學咧都係嗰個年齡層，就唔會話有啲特別細或者特別大嘅。你嗰覺得喺美國讀書？就佢好似各樣設備師資都好啲喎，係嘛？同 even 同學嘅態度啦、認真程度都係好好多，專業啲係嘛？大家因為都唔想嘥時間，唔嘥錢，唔係好著重自己工作，係。所以好多時咧，有啲嘢咧唔明咧，即刻問，就唔會真係錯。係。阿 Sir 咧就捉住佢問。唔係有陣時自己唔識嗰啲阿 Sir 唔喺度啊，可能我有啲咩唔識，我再問我嘅，佢有啲咩唔知道咩，同埋大家揾到嘅嘢，我哋會 share， 就喂我揾到一樣嘢，呢樣嘢做嘢係會快好多，咁啊用咗呢個方法之後咁咧，咩係大家想嚇叫做快啲？咁啊好啦，就再問你一樣嘢，咁你喺馬來西亞嗰度讀啦，就好不幸地。讀了幾個月咧，就已經係因為疫情的問題，就變咗網課啦。咁你而家又開始最近啊，開始翻學啦。咁你覺得其實你 prefer 網課定係即係 physical 嚟翻學？咁但係你自己覺得咧？好老實講，我比較懶，同埋咧，因為我做嘅嘢好多都好都係 digital 嘅嘢，我寧願。是用我自己的電腦，一熟啲啦。二就是我有啲 specific 嘅 software 係得我個電腦先有，學校未必一定有啦。有嘅，但係就可能因為可能有啲師兄要用啊，又或者咩，所以唔係成日都有 available 咧。所以我就個人嚟講，我就比較中意咧係喺翻屋企嘅。又講翻即係生活呢、這個四個唔同地方。講生活上啦，嗱香港土生土長啊，咁啊
但你有一段時間你回到香港你都說不習慣啦，因為人太多，人多車多又逼又熱，是吧？咁但係如果你咁樣計啦，呢度馬來西亞都熱啦。咁啊係你覺得你暫時嚟講邊一度你係覺得生活上係最好，邊度最唔好？香港啦、啊，香港你話就係如果你冇車，要搭地鐵到度地方都去到，同埋咧你又想買嘅嘢好多，你出到去都喺商場好多都有地方買，對呢個冇，另外一個有。咁咧就～我可能啊，我要去旺角買嘢嘅，咪去咯。即係我真係唔使專程自己揸車過去啊，又因為我又要即係多的士啊、高鐵咁樣過去。咁但係其實呢度馬來西亞，其實如果你講話買嘢啊各樣都方便嘅喎，都方便，因為佢呢度都多商場賣，同埋亦都啲餐廳啊、食肆啊都唔差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其實comparatively 係都相對似香港模式嘅，係咪咧？似，只不過咧就真係冇地鐵，冇乜，唔係冇地鐵，係地鐵冇香港咁發達。咁啊變咗就一定要係搭 Grab 啦。咁但係點都好過你喺英國同美國啊。即係英國同美國冇車真係幾難。英國美國嚟講，你冇車都幾難，因為英國嘅話咧，至少。我住開的地方你至少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都可以去到火車站，即係話你至少個 city 你 walking distance 可能行半個鐘都好啦，唔理點樣好，你都可以去到好嘅。但係美國唔同，美國冇呢個味，你真係冇車咧，你又唔使諗啊。我記得咧，我哋初初去到美國咧，哇！為咗買兩個枕頭。和毛巾行了一個小時還要暴曬 Florida 是天氣停曬，即是熱得過馬來西亞。哇，真的行完那一個小時之後呢，我頭就死了。但我覺得如果講住呢，美國是不得的，真的一治安不好，大佬你完全沒有夜生活的，你根本不夠膽出夜街，即係好話唔好聽，你唔係啊！你車都危險啦，俾人卜玻璃噶嘛，係咪先？又俾人唔啦，啱冇咗翻到嚟，冇咗個胎，係咪先？咁另外咧一樣嘢咧，你知噶啦，成日出親街都有人問你攞錢嘅，係嘛？你啊乖乖地俾又冇問題，你唔俾你啊，即係唔知你會發生啲咩事啊，大佬！即係變相打劫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成日出親街都提心吊膽，好似硬係有人跟住你咁，我覺得唔得咯呢一樣嘢。咁所以我咧就讀書係好 OK， 但係喺嗰邊生活唔 OK， 而且物價好貴，食個 breakfast 食個 bagel 啫嘛，咁都要十幾蚊美金一個。咁你而且 tip 就貴啦，你出去食嘢 tip 好貴啦，廿個 percent 唔係，而家唔止啦，係 minimum 20%。咁就係、是生活費好貴，生活成本高。咁但係如果你話 comparatively， 馬來西亞差好遠啦，物價平好多啦。咁呢邊咧其實有好多嘢都幾接近香港嘅，譬如好似你中意飲咖啡、食 cake， 呢度就大把地方啦，係咪咧？咁但係就你美國要揾一個好食嘅，老實講。Starbucks 是多的，但是如果你說要找一個好吃的cake 呢，基本上沒有的，也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，就是什麼呢？甜到爆。我記得，我很記得的，我都上次來講過啦，我想買到口味嘛，我買了一個 Velvet 的 Cheesecake， 哇，直頭是你不想吞下去的，你只能吞了一口，跟住之後你不想吞下去，你要捏出來的，不是極甜，跟住又加了一些鹹，跟住那瓶 cream 多到呢，直頭好像吃緊皮豬肉那樣，哇，你真的立刻要捏出去，整塊東西等了，
所以就你飲食習慣又唔咩啦。如果你食想食唐餐，你冇呢個咁方便啦。所以唐餐基本上好困難，而且好貴。揾到都可能唔好食。係啦 ，exactly 又唔好食啦，仲要貴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英國又係啊，根本基本上冇乜啲飲食啊，真係好唔得。咁所以我即係 in conclusion， 你話生活嘅就馬來西亞咯。咁啊，如果你話想住得舒適啲、闊啲嘅，就馬來西亞咯。咁如果話方便便捷嘅，啊，去到邊又有交通工具好發達，買嘢好方便，即係自己有親切感嘅，咁啊，梗係香港啦，係嘛 ？OK， 你睇嚟你嗰個嘢真係幾好味喎，你好快已經掉曬啦。我咧就好忙啊，你睇下我呢一個 cheese cake， 我都係。唔係好食得曬，因為甜啊嘛，略甜，係咯。好，好多謝你今日接受我哋嘅訪問啊。OK， 拜拜。